可能遇到真爱啊，这又是什么新垃圾广告？该不会是他吧？我是看到鼻毛吗？单身联谊会帮你找到完美情人，谢谢。单身联谊会帮你找到完美情人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的东西掉了，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联谊会？吧，我是看你脚很痛哎，我真的没事。好痛哦！怎么那么衰啊？遇到三个很奇怪的男生。